来看一下那个呃三二五人事分栏这一题，然后呢，我们啊、呃、首先第一个了哈、哦，有左边跟右边，那右边是我们要的结果啊，各位可以看到哈、哦，它跟左边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是 source 哦，等于来源。那这边的话呢，等于是我们要放资料的格式。那它长长得其实哈、哦、有几个地啊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是我示意的，所以其实将来这个要把它删掉的。 那我现在希望怎么样？请你把 B 栏的资料帮我搬到这个范围里面。那除了搬过来之外，有哪些地方要注意的？就是第一个，我要的资料哈，不是全部，而是冒号后面的东西。帮我搬到哪里？搬到这里。那它本来是一二三四，总共是纵向有四个，一二三四，那变成什么了？横向的一二三四，等于这边一二。 三四，OK 哈、哦，所以，诶、欸，那怎么样可以刚刚好？我们可以纵向的资料把它摆成横的，OK 好、哦。那第一个、第二个的话呢，如何把冒号前面的这个资料，帮我把它删掉，好、哦，不包含哦，OK。所以，假如说你一下子没办法马上想出方法的话，那你其实你可以拆成两个部分来完成吧。 也许第一步啦，哦，就是先把资料先按照顺序放，哦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呃，我们就是再把前面冒号前面的资料删除掉。那当然呢，你就必须要用对的，呃，这个函数。假设了我们第一步，我们先不用 VBA，哦，我们先用内建的函数好了。那首先的话呢，哈、哦，这个地方还是需要有查询的动作。那我要怎么把这个资料带到这边来？ 哦啊，当然，如果你这个时候其实插入函数哦、啊，假如用那个查询与参照里面的 v 的 o 函数哦、啊，哎、欸，基本上呢，应该是不办不到的啊。如果你要把这个资料啊用 v 的 o 函数查过来的话，哎，应该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可能要用别的函数来完成。那可能可以的名单呢、哦，基本上的话，可以用 INDEX。 这个最最常被用到，像 index 这个函数的话，其实用到的机会也还蛮大的。那经常会用到，就是说如果那个查询的部分哦，不能用 V 的函数来做的话，哎，其实是可以试试看用 index。第二的话，index 通常会跟另外一个叫 match 的函数搭配。OK，好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就 indirect 这个也可以办得到。OK，另外的话要 offset，其实这三个都可以了哦。那我们当然选最常用到 index 好了。 我、OK, 按确定。那你可以看到，index 呢，它会跟我们要三个参数了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哪三个参数？第一个的话呢，你的 array 在哪里？array 通常指的是范围。那范围就是什么？B 二到 B 二向下追踪。OK，所以呢，一我们先给它好了啊、哦，就是 B 二，感 l s h i f t 向下。OK，好、哦，到 B 三十三。好，第一步。OK，第二步的话呢？ 哪一肉肉的话是列，哪一列啊？OK，那这个列的话指的是哈、哦、这个范围哦。OK，所以哦，现在是 B 二的话呢，这个 B 二的二哦，在这里指的是第一列哦。所以如果你要抓第一列，这边要输入一。OK，那蓝的话，因为只有一栏，所以也是一。啊，记得啊、哦，这个不是说现在在 B 二你就输入二哦，没有啊。现在它是指的是那个范围的，哦、啊，所以一跟一。 那我们会得到入职时间。啊，如果下一个的话，姓名，那你就把什么 r o l 啊 current 一，所以 current 不用改哦，你就把 r o l 改成二，那就是变成姓名。如果你这边把它改成三，那变工号。哎，有没有？如果把它改成四，哦，它就变什么？它就变这个下一个，以此类推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哦，让它可以一个一个一个的放的话，那我只要哈。哦 改变 row index 的顺序就可以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储存格，假如填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直到三，哎，到三十二的话，哎、欸，其实就 OK, 也就是说，你第一步你需要一个数字表格哦、喔，有吗？这边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哎，那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前面哈、喔，啊，那个万年历的概念哦、喔。 万年历怎么样？我们先插入 column，参照里面有 column。如果我要让它变一的话，我只要把它减掉三，它就一。这边啊变一二三四，底下的话也是一二三四。那如果我希望呢，当它向下填满一列的话，就加上因为四栏嘛，加上四的倍数的话，哎、欸，那我们可以。 仿照之前呢，加上四的倍数肉。Ho, 小刮胡哦，所以加上肉 o 列嘛哈、哦。那当然第一步你要先把它现在所在的列哦先减掉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列不加四的倍数啊、哦。记得啊，因为要先减，所以呢你就先减啊肉减掉二哈、哦，也就是说这个这一列的时候呢，减掉之后就零，乘上四。 那当它下一列三，三减掉二乘上四，那就是四的一倍，这个4的两倍，四的三倍，哎，这样就 OK 了，哈、哦，所以打个勾。Column 减三加上 Row 先减二乘四，哈，那向右向下三十二，OK。 那如果我今天有了这个资料之后的话，那我可以再把这个公式剪下，再放到刚刚的 index 里面去。好，所以我再找到 index。那刚刚的动作都一样啊。等下，array 就是这个 control shift 向下。好，然后把哎，欸、等下这个应该是 control shift 向哎、欸、control 啊 control 向下就可以啊。这个 control 向下。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row in d a x 吧，刚刚的公式贴上。那 c u r r n 的话，因为只有一栏，所以输入一。好，那其他的话看要不要锁，哦，范围一定要锁，所以记得选取就按 F4，或者你在呃前面加上前的符号也可以。那因为会向右也向下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都要锁，按确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向右，把这边呢、哦、全部填满，再拉到三十二。 然后把第一到一、e、选起来，这四栏，然后在任何一条线快点两下，OK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它就会分别把一二三四哦放在一二三四，那再来就张扬嘛，哦在一二三四，再下一个，OK，以此类推。好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，先完成第一步哦。那第一步完成之后，再来想想看，哎，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把冒号？ 前面包含冒号的资料，把它移除掉。哦，当然不是叫你土把炼钢了哦，就是有没有什么方式哦？啊，其实这个有点像前面我们讲过的啦哦，冒号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用 find 函数了 find 诶，那个冒号的后面的资料我要。诶、哎，这个好像有点用到我们之前这个前面的范例，有用到类似的。只是以这一题来看哦，如果你不用 f i n e 用其他函数可能。 也有更好，所以想想看哦。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。一先产生一到三十二的啊数、呃、字表格，再把它那个数字表格的公式哈、哦、放在 row in row number 里面，好就可以完成我们现在看的结果。OK，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哦。